我经过车了。哈哈哈！啊，烟囱啊！哇，我这工厂的自动化，哦，是哦，哎，工厂的，是机械厂吗？是，我是做规个物流的物流，物流的，哎，类似那种的。哦，那应该大家熟悉。资料啊，既然充好了。来来来，吃看麦，来。啊，你吃两只。哎呦，处理好，处理好。啊啊。所以这是行好的，这行啊，一毛发表。这行较行较袂歹呢。你好诶，够金毛。72小时马拉松的。你装个熊，我真想着再来一个简单的。七间电视台去阮家采访啦。哎呀，简单。啊，所以阮家等买背拢要等隔一年才进来。因为我们没有请人家做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啊，我这样版主把我顶有特权，版主版主版主特权呐。